大家好，我是罗正元，我来自竹北高中二年级，然后今天是业余的第二天，第一天打了73，今天恢复状况打了70，今天比较满意的是，都有救到球，失误的第二杆、第三杆切杆都有救到，然后只是今天打的鸟比较少一点，都有爬网推比较少，推进比较少，对，然后希望明天可以拿下业余组冠军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林远维，今天是职业组打69杆，然后今天整体开球上长杆都打得非常好，才可以让我在后球打出3杆的，然后希望明天在尾级组可以打出好的成绩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高腾，那今天是山西地职业组的第一天，那我今天打69，推杆29推，就是今天其实这阵状况都不是很好，那本来这礼拜要去大陆的，结果就待在台湾休养一下身体，那毕竟身体现在身体上面全身都是伤这样子，那也很开心今天可以打69，希望明天可以稳稳的就好，那不要在乎成绩，把伤养好起来再继续拼这样子，谢谢。